接下来是商春松，湖南队选手，来自于湖南土家族的小姑娘，在上一个奥运周期是女队的领军人物。商春松在体操项目上是一位老将，他在这次奥运就全运会期间也是对外宣布他全运会结束会退役，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看他的每一场比赛。小翻小翻直体后空翻，这种长串就是要拿到连接的加分。低于水平的单腿立转720度，挺身前空翻路跳，挺身的侧空翻，毽子。后值1080。